要造就一大批人，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，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，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，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、忠诚的、积极的、正直的，这些人不谋私利，唯一为着民族。 与社会的解放，能不能轻轻拉住你的手，风里雨里歇歇脚，别再匆匆地走。 歇歇脚，别再匆匆地走。能不能再次看看你的脸，让我读懂你心里所有的爱与愁。 什么都可以藐视，唯独黄河不能藐视。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呐。 1948年5月，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，来到河北平山县境内的西柏坡。从此，这个地处太行山区东麓的小山村，成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最高指挥中心，成了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、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。 眼下，我们同蒋介石的最后决战的大戏就要开场了。首先呢，我们要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，同时啊，要准备3到4万优秀干部。我们在延安为今天的战争准备了大批的干部，现在看来还远远不够了。要尽量削减。 我们中央机关和总部的人员，要把优秀的人才放到第一线去。哎，都收拾收拾。哎，心中。
马师傅，桌上的菜都光了。心中好滋，别哭。好香啊，红烧肉啊。还没烂呢。怎么又馋了？这五大书记好不容易凑到一块儿吃顿饭，这不又是老一套，炒土豆丝，炒八样，就几口干馍。来来来，小陈，哎，你好好跟主席说说，这伙食得改善改善呀。怎么说呀？一个辣椒，一个红烧肉，是人家的命根子。为红烧肉的事儿啊，哎，江青同志没少跟主席干仗。哎，江青同志没错，要是我呀，也得跟他干。堂堂中央主席，吃好点，喝好点。该当的。哎，你知道个啥呀？啥？江青同志啊，嫌咱主席土，看不惯他吃大块肥肉的样子，说他是农民。哎，这就是江青同志的不是了。他干嘛老骂主席是农民呢？哎，这农民有什么不好？没有农民我们吃啥呀？啊，你说是不是？哎，马师傅糊了，哎，啊，快点来。哎呀，这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味儿好重啊。凑合吃吧。不行。哎，冲城。哎呀，不成啊，来不及了。哎啊，没事，马师傅你等一会儿嘛。哎，你等一会儿。哎呀，桌上菜空了，哎，赶快上菜吧。哎，端上去吧。这是准备大决战的必须，是夺取人民民主革命的必须啊！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尝尝我种的洋芋啊！啊，这是总司令最爱吃的啊！主席啊，还是延安的老习惯呢，屋前屋后种瓜种豆。哎，任大胡子，你也掐点嘛。啊，这个好东西呀，啊，应该让少奇同志多掐一点啊。嗯，哎，劳苦功高啊。啊，味道怎么样啊？来来来来来，都多掐一点嘛。啊，哈哈哈。嗯，哎，恩来，你怎么不掐呀？啊，来。哎，好好，好。前年在延安啊，你养我门前的老南瓜，我没舍得割你。哎，今天就算补上了啊。这个可比老南瓜金贵多了啊！来来来，快点快点下。关于三查三证，部队要有所不同啊啊，要搞肃库。查该纪，查工作，查斗志，啊，嗯，这个味道有点不对嘛，啊，哎，嗯，叫老妈来，是，这土豆丝炒的挺好吃的嘛，少奇同志，你说呢？哎，我说老马呀，你是怎么搞的嘛？这个菜里呀，怎么没放辣椒啊？啊！哎哎，你们笑什么嘛？你们笑什么嘛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啊！嗯，主席，这个菜里是放了辣椒的，是吗？我怎么没掐出来呀？啊！
释放了，释放了。哎，老妈，帮我们看家里东西啊，快端出来嘛！啊，是。这儿案板还有这儿都要仔细消毒啊，你们啊，要注意卫生。啊，钟医生啊。哦，魏市长。啊。哎，检查卫生啊。给，这是我们卫生科给毛主席拟定的食谱，以后啊要严格按这个执行，每天向我汇报情况。可以。蛋白质、氨基酸、脂肪、糖类。哎，钟医生。嗯。这是什么？卡路里热量。钟医生，这可不行啊！什么鸡蛋一个，大枣两枚，还有豆腐需要多少克？开中药铺呢？主席不会同意的。不是主席同意的问题，毛主席是全中国人民的主席，是党中央的主席啊，这是原则问题。哎，可主席不爱吃的东西，你偏要他吃，他会不高兴的。心情不好就指挥不了大决战，这也是原则问题啊。嗯，好吧，那你说，主席最喜欢吃的是什么？啊，哎，哎，来来来，这锅看家菜呀，啊，好啊，啊，改产，提神，补脑啊。啊，恢复疲劳，足印打住了。来来来，哎，我要提醒各位注意啊，我们同蒋介石的这场战争啊，是一次大决战，完全是正规部队。正规战场，正规战序，啊，我们以糖代酒，为了这场大决战的胜利，干杯！好，来，干杯，干杯！看见没有，我就碗这么一碰，蒋介石啊就该倒霉了。你怎么知道我不会放你走啊？我觉得您念旧。什么？练酒？是谁说的啊？反正我知道，您看，您骑过的老马，有了好马你也不换；穿过的衣服，用过的东西，有了感情，再好也不换。我可是大活人，和你要是有了感情，你还肯放我走吗？你这个小鬼呀，什么时候帮我研究了一番呢？主席。啊，出来走一走啊，老侯啊，啊，嗯，你可是瘦了哟，哎，人瘦点精神，只要这些牲口不掉膘就行啊。哎，主席啊，嗯，您转战陕北，老是骑马，这下胜利了，也该坐坐汽车，坐坐汽车了。哎，汽车是要坐的，可是我。舍不得你老侯哟。来来来，哎，如果工作需要，我愿意一辈子给主席当马夫。老侯啊，你从井冈山一直跟着我，别人呢都提干不了，你呀还在喂马，这未免……太不公平了吧！啊，哎，人家年轻有文化，我年纪大了又没有文化，这不，陈牛这么年轻还在主席身边服务，我算啥呀？主席，哦，陈牛啊，来来来来来，主席。有事吗？安顿好了，你到总司令那报道去，让他重新给你安排个工作啊。二月到三月，
三月到四月，把你正好又是八年了。本来答应只接你八年，后来又离不开，又续了八年。现在啊，时间又到了，你还想走吗？如果主席还需要我啊，不，我有言在先啊。你是老实人，我喜欢你，但我绝不食言。现在前方需要大量的干部，中央机关要带头往前方输送智慧人才。你可以走了。主席既然同意我走了，那么上次我们定的协议就算是兑现了。但我觉得主席这里更重要，更需要我。我们还可以再定协议吗？我愿再定一次。好，那好，只要你思想通了，我们重新订约。你就再帮帮我的忙，看我啊，建立新中国。是，主席。慢慢写，别着急。天牛叔叔。哎，你呢？来，猜猜叔叔今天给你叠了什么？知道啊，小飞机，哎，待会儿再放，一会儿飞到房顶上就找不着了。就要放嘛！好，叔叔带你啊，去山坡上去放，来，好不好啊？我带上。李娜，安英哥哥，哎，安英哥哥，哎呀，我们的小李娜都长这么高了。安英哥哥，我一眼就认出你来了。是吗？嗯，想哥哥吗？想，天天晚上都梦见你穿着大皮鞋在苏联打仗呢。是吗？哦，这是刘思琪姐姐。你好，思琪姐姐好。安英哥哥，你还走吗？嗯，啊，安英哥哥这次不走了，就在西柏坡陪着你，啊，还有爸爸，还有妈妈。哦，对，还有妈妈。咱们去看爸爸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你好。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安英哥哥回来了。是吗？嗯。来呀，爸爸。啊，中央宣传部的大编剧助理回来了。啊。我给你带了一个客人，啊，来，这位小同志好面熟啊。毛伯伯，我叫刘思琪。刘思琪，哎，这不是张文秋的女儿吗？啊，来，快请坐啊。来，哎，君你好，坐。君女十八，一朵花呀，变得我都认不出来喽！啊，在延安的时候啊，我还看过你演话剧嘞，啊，那时候你才这么一点高啊，还记得吗？
那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。嗯，在延安啊，你死去姐姐演的戏可好了，在台上真哭，哭得爸爸眼泪都快流下来了。死去姐姐的爸爸是我的好战友，为革命啊，壮烈牺牲了，这个要记住啊。思琪姐姐搬到咱们家来住吗？她来住啊，我们欢迎，就怕她不来。这个啊，要问你阿英哥哥啊，嗯。你妈妈好吗？嗯，好。在李先生伯伯的部队里，他听说我来西柏坡，特意让我给您带好呢。啊，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呀？在北方大学文学院学习。哦，了不得呢，女状元啊！啊，安英啊，啊，你可要多向思琪讨教啊！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自省焉。啊，前段时间你整理的几份简报我看了，有进步啊，啊，但只能算半个才气啊。最近有什么打算吗？啊，爸爸，我定了一个学习计划，准备系统的学一下历史和哲学。嗯，文学嘞，建议你啊多看历史小说，特别是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。明以前的笔记不必多看，啊，看不懂的，你眼前就有一位老师嘛，啊。我刚到文学院，懂得不多，毛伯伯。哎，叫毛伯伯就不对喽。在延安的时候，我还认你做干女儿嘞。应该叫爸爸啊。你是那么伟大的人，我叫不出口。你也这么认为？不对哟，我毛泽东算什么嘞？真正伟大的是你的父亲刘谦初那样的革命先烈，还有安英的妈妈杨开慧。他们面对敌人啊，他们面对敌人宁死不屈。今后就叫我爸爸吧，不要改口了啊。爸爸。哎，你安银李娜，你们在我身边，爸爸高兴啊。啊，安琴娇娇在苏联，要是能回来该有多好啊。嗯，看着你们一天天长大，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，爸爸心里高兴啊。啊，你们年轻人啊，朝气蓬勃，好像早晨刚刚升起的太阳啊。希望就在你们身上，你们是祖国的未来，是祖国的希望啊。啊，
长条定哪儿去了？你说，咱爸，他看出来了吧？当然了，有什么能瞒得住他呢？人家都说，他的眼睛能洞察一切。你说，他会同意吗？我看，他挺喜欢你的。喜欢归喜欢，同意归同意呀。要不，我先去找江青，让他给爸爸做工作。毛主席来了。好啊，主席好啊，主席好，好，同志们好啊，主席好，主席好，主席好，好，请安静了。今天为欢迎毛主席来西柏坡开个舞会，下面请毛主席讲话。哎，好，这个江华嘛，应该去回趟啊。浙丽江不合时宜呀，啊，有点啥风景嘛。像恩来同志这样的舞迷啊，脚底板啊遭痒痒喽，该骂喽。我啊，有言在先。这种场合啊，一不发指示，二呢不干扰大方向，三呢是给同志们招心啊。现在我宣布啊，舞会开始啊。哎，同志，把气灯递过来。毛主席，哎，小同志啊，可是要小心喽，要是掉下来啊，就看不到新中国了哟。没事，主席。哎，哎，小心点啊！啊，主席啊，为什么不跳呢？哎，我那个水平啊，你是知道的呀，哪能跟你和总司令比嘛？跳舞嘛，不如说是操练啊。这个曲子太快，我脚底板翻不过来，一不小心啊，要踩别人脚。乐队的同志啊，换一支慢点的曲子。钟医生啊，我的舞啊可跳得不太好啊，小心踩你的脚。全当散步嘛，对身体有好处。好，哎，来呀。
听钟医生的口音，好像是江南人士啊。对，上海。哦，真的呀。主席，您的腿关节缺少弹性，要多锻炼呢。到了西北坡啊，不行军了，腰围啊，猛地就长了一寸呢。啊，这不好，要少吃油腻的。好好好。听说有人反对我吃红烧肉啊，是不是啊？是我。哦，主席，那东西会增高血脂，不能多吃。哦，您不是总讲要尊重科学规律吗？嗯，这个事儿啊，你要给其他首长带个头。嗯，好，要不都那么任性啊，我们的工作就不好做了。这话呀，我听。嗯啊，至于科学嘛，心一般啊。农民一年半载没吃肉啊，那又怎么办呢？啊？钟医生啊，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。听说你们上海人呐，都认为吃肥肉很透气，啊，吃香不雅观呐，啊？这样的说法我可没听说过。嗯，谁这样认为？这种看法很奇怪。下面呢，我代表中央直属机关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。什么节目呢？变戏法。主席，您看节目。好，不错，不错啊。老子来一趟，跑坏两部车子。哦，小平同志，这西北坡咋搞得漆麻黑的，啥子都看不到嘞？胖子，你看好路啊，小心绊倒。哎呦，胖子伯伯，乖娃娃，哎呀，哎呦，胖子伯伯，讲个故事，讲个故事嘛。胖伯伯的故事多得很哦。有个条件，要先叫我扎一下，我就讲啊。不要听他的，我给你讲好不好啊？啊，你讲的故事不好听，全是打仗的。小平同志啊，人家不喜欢你爪子呢。屋里坐吧。哎呀，坐下讲，坐下讲。哎呦，哎呦，从前呐，有个大灰狼。哎呀，啊，你那几艘逗娃娃的成年老货都生锈了，也没得啥子新玩意儿，什么大灰狼啊、熊嘎婆呀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哎，让我亲亲。哎，我给你这个。哎呦，大别山带来的。小平同志啊，没想到你还有这手呢，屋子里有吗？不谢。不够矫情，不够矫情。小鬼，首长，请喝茶。小枣啊，主席他们到哪儿去了？开舞会跳舞去了。啊，
这种好事情不通知我陈毅，不够矫情。走，跳舞去，跳舞去。陈老总干了几天路也不累呀、啊？累啥子嘛？见主席嘛。走，跳舞。哦，蹦擦擦，我是跳不来呀、啊。要是打牌，我比你跑得快哦。乖娃娃，把爸爸的孩子拿过来给庞伯伯换一下啊。在这儿呢。就这双鞋啊，都这个时候了还穿这双鞋、啊？二首长，你们坐这儿，我去请主席。啊，好了，现在我们请毛主席表演个节目，好不好啊？好，大家欢迎欢迎，欢迎欢迎啊！毛主席，我不行啊，哎呦，不行啊，来一块，不行不行不行啊！哎，恩来同志啊，领头华南。群我的难题呀、啊！啊，我这个人呐、啊，是一不会唱，二不会跳，啊，啊，还是欢迎我们的朱老总来一个吧。我当个行不行？我是总司令，下面的部队都听我的。欢迎毛主席出节目，好不好？不行啊，不行啊！毛主席不演行不行啊？哎呦，哎呦，我怎么行呢？哎呦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你们俩，真是啊，这是我。哎呀，朱老总啊，我服你了。哎，我来呀，你帮忙给我出个节目吧。啊，那就请主席给大家唱段《空城计》呀。好、啊，大家欢迎，欢迎啊！哎，要论说空城计唱得好啊，原有马连良，今有李和珍啊！啊，要我唱啊，我会把大家吓跑了。哎，这样吧，回头进了北平啊，我请大家听戏啊，让马连良老板好好表演一回啊，我这个嗓子就免了吧啊。那米呀，我去耍赖哦！毛主席来一个，毛主席来一个，主席啊，不要推辞。这样吧，我给大家敲个魔芋，这玩意儿啊，我敲的可好了，你听呢啊？哎呀！主席啊，怎么样啊？这玩意儿啊，比弹钢琴容易多喽。陈老总他们来了。哦，好好好，来，我们走。再见。哦，陈老总，你走到哪里，哪里就很热闹啊。哦，小平同志啊，你辛苦了。老总你好啊。朱老总啊，联欢会开的可是热闹啊。就缺陈老总了。光景，好光景！西北坡，盘龙卧虎，笑语欢腾。来年必有好收成。咱们的毛主席长胖了，这场大战役看来稳赢。